浩宇，浩宇，你走慢一点，我们帮你拿行李啊。放开，不要碰我。干嘛？我想帮你。你们真的想帮我吗？对啊，我们是朋友哎。对啊。好啊，钱包拿出来。钱？借我钱啊。等我一下。哎，拿来了。哎哎，可是那个我要100年以后还你。100年？太久了吧。你的呢？拿来。我没有钱了。没钱？骗人。你们家开酒店的，跟我讲没钱，你想骗谁啊？快拿出来。自己看吧。哎，浩宇，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啊。不知道我家刚死人了，我现在开玩笑是不是好笑吗？就跟你说没钱嘛。这是什么？